1008就是给我发信息。这不对呀，你电话可是联通的。我们下一场的这个作品呢，啊，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啊，比较有信心的，老钱可以冲一冲。这主要吧，其实不是那个我俩。太弱，我觉得是对手太强，真的。这一次我们的四组演员都是特别特别的强，包括助演在内，这个能力都是特别有实力的，所以说跟他们站到一块儿，能参加这个组团上春晚，就是这次主要就是一个学习。名次的话呢，咱们重在参与哈。嗯，对。然后巩汉林老师说了，我们应该是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突破自己。对。然后我们下面这个节目演的角色就和自己往常演的大不相同。对，应该有一个小的突破吧，一个小的突破，争取创佳绩。组团来吧，春晚上，笑容绽放。欢迎三位，接下来呢，由三位带来今天的作品，名字叫做《相亲》。博士，太高够不着。工人，对我不能放心。演员，我对他不能放心，难选。这啥玩意儿？这亮啊，蹭亮啊！这是，哎呀，活的呀！小伙儿，选妃子呢？就算是吧。这小谈吐的，这是个什么行业的？说相声。那开朗啊！捧哏的。咋捧啊？嗯啊。这是谁呀？我呀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躲桌子后面那个。可说呢，小伙儿啊，你把面具摘了让我看一眼呗。主办方说了，没有悸动的感觉不让摘。有原则。按说你这小伙儿也不错呀，你躲这旮旯啊，你这是跟谁相呢？咋的，命不好啊？哎呀，写挺多呀，嗯，挺仔细，就差头发丝儿可没数了啊。家里镜子小，容易数岔皮了。处女。大姐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我巨蟹，俺俩匹配指数90%。不是大姐，我没明白你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主办方的，最近有很多滥竽充数、照片与本人成反义词倾向的，我就是专门管这事儿的。哦，验货的。哎，对，验货的。那咱验一下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，开始。摘，摘喽。哎，对，笑，你笑一个。你生气，你害怕，你帅。哎呀，这小伙360度全死角啊，站着跟一汪水似的，透亮。大姐，你说的是冰灯。我捡两个光圈儿，就是鼻孔比贾宝玉大点儿，挺好，不能生闷气儿，全能出来。是，就感冒的时候流量大点儿。哎呀，你这小伙还挺会逗人的。